说实话，那几个人咋回事啊？我男的，我操，男的一开。Hello， 小姐姐，小林子，不是小姐姐，是小哥哥。Hello， 小姐姐。Hello， 小姐姐，啥人嘛？小姐姐，啥人嘛？小姐姐，你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啊？谁在声音？他的声音为什么感觉那么为什么感觉像主播呀？我操！刚才我在看他直播，确实没事。张老三，开！刚才我真的想笑。像个锤子的笑，他妈了个巴子！来吧！续费一下，快点！张老三，续费五十个月，这个张老三，快点，五十个月见识，九百八十七场的，有没有见识？帽子嘛，对，续费的不用消费的，那不是玩貂蝉的吗？续费没有，我他是玩貂蝉的，我要续费啊，这个，那我真的想笑呀，深更半夜打个五排，还能遇到张老三，他那个啊，要开通，他那个声音，我就知道是那个男人，他一进来我就晓得，哦，开通贵族啊，我真的想笑。你在哪个地方直播呀？ 我就看一眼。哦，那不用了，我只要开通。我在抖音上刷。别搜，我去看一眼。开通一个我啊，那开通一下呀，那个见识能不能开通一个？好感动。没人开通见识吗？他那个声音，他这个声音笑的好魔性，我真的，我看了我都想信谣言。这个时候，我这个分段，我随便进个车都是认识我的。这是一个女生的号。我才没了耶，没事，我真的想笑呀！我是不玩貂蝉的，兄弟。还没。我玩什么？你玩随便玩什么？随便玩什么？我也是随便玩。你们选剩下的给我吧，选剩下的给我。高兴就好。连剩下的应该就是射手。我没铭文，我这个号上面我只能打法师，我没有铭文。我给你法师了，对不对？你来。我玩婉儿或者是婉儿吧，婉儿或者火舞，我只能玩这两个英雄，婉儿或者火舞。大哥上来，大哥，我后拉，兄弟，我后拉。那我玩什么呀？玩打野。你玩打野，你要笑死我吗？妲己宝宝吗？这把玩戏我说实话，玩个婉儿，这个狼哥被我踩烂。你在哪里直播呀？我要去看一眼。虎牙呀。那现在应该不在直播了吧？现在几点钟？这谁的威士啊？哎，是谁的威士啊？我想请问一下，谁是威士？三楼。我在虎牙直播地位地场位啊，什么时候来？我在虎牙直播，什么时候来？等一下，我就看一下我删了没有。这个开通见识啊，谢谢爷爷。三楼不看直播，谢谢。我来看，就冲你。你不要看了，兄弟。还剩五秒。哇！我感谢张老三奔驰的刹车片给我送的一本魔法书，他为我的奔驰贡献了一个刹车片，感谢。还现在还少方向盘，有没有兄弟把方向盘给两个绿豆豆呀贡献一下？还有没有兄弟把我的四个轮子也给我贡献一下？还有空调之类的，还有这个星空顶，有没有兄弟给我贡献一下？
我吃他现在他会不会骂我呀？哦，谢谢独醉的188年度星光，你贡献了一身油，谢谢。你获得小脑袋。我在直播间听到你声音的。你听个毛呀！你听。真的呀？真的吗？我要去吃他的冰线，我要开局，我直接中线开，好吧？我感谢皓月哥送的1314的年度星光，谢谢你为我的轮胎充了一波气，谢谢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我感谢克里斯66开通的剑士啊，谢谢爷爷。全军出击！我刚才好高呢，他都不讲话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这感谢礼物的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感谢礼物。你随便吃啊，现在随便吃，我这个无所谓的兄弟。人家很忙的。我不忙，夏爷，你们是 CP 吗？夏爷，你们？我操，对面连体婴儿。没事，那个夏爷，你去下路跟他一起连体好了，我不用理。但是我前期也没什么用。没事，你跟他打就好了。这不是你直播间的人全部看我下饭吗？我不把镜头给你就好了，要看不到你的，他只会看我下饭，因为我是一名主厨。这个墨子一直打炮，我操！我敢把你标上班呢！哎呦，我操！这个项羽神经病啊，他跑过来顶我的肺呀、啊！我去！洗把油。别急，有我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走吧。不见了，对面不见了。能给他来一钩子不 ？OK， 甩回来。我操，怎么甩到那边去了？兄弟，这是我真的想笑啊，兄弟，你是怎么甩的？你这钩子？斜轮眼啊！他过来了，我把他甩回去了。我操！我靠，这个蓝完了！哎，我真的想吐呀！这控制这人这么厉害呀、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鱼鱼的520个联动星光，谢谢。我操，这些币这么屌啊！我先升个四级，不要慌。我大晚上不睡觉。我他妈来炸个鱼还要被别人被鲨鱼给炸了，没多高的分段，多高分段他他妈的这么搞笑，他这么牛逼，我来了兄弟，能打不？我没有加油，我操，我没状态，很烦，我没有状态。哇、哦，好，那个墨子给了老子一个盖亚能量炮，我没有。我想回去，那我们就也留在这里了吗？啊，妙了，完了、啊、我真的想谢啊，也是怎么玩？这都不炸了吗？您看我开局发育发育发育，怕什么东西？是的，发育，他死了。这游戏前期十几个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真的想谢了呀。感谢张老师送来的人头。啥意思啊？这个人，哎，我操，这个项羽是不是有毒啊？他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啊，进化、啊！你妈了个逼的！好，我给你了，我送你给你好吧？谢谢可乐鸡翅送的高雷预警啊！谢谢，我真的想笑啊！谢，没事，这个。哎，这个乌拉拉不是刚才那个逼在对面的吗？那个三岁奶猫。哎，对面的人怎么感觉好像这么熟悉呢？这个。帅呀帅呀，我没了。我杀他。终于到你泄愤的时候。有干扰，他起来了，我倒是菜，你没打，早知道不拿全车，开上了，开上了，你走，大招还未冷却，您收到，
我也难切到这个狼狗，我说实话我还有点难切到。没个进化你不好切的。我要因为不是狼狗的问题，是那个墨子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完美的行动路线。我能甩，我能甩。挺好推的，挺好推。我操，这个马可巴罗也挺牛逼的，马可佩瑶他们要难受的。因为你们他必须难受，为什么他们？我要杀爆项羽，这项羽顶死我两次，我怎么敢顶你的呀？他顶我的肺呀，得哥！这里看到没有，鲨鱼跟着马卡巴罗走，撤吧撤吧，我觉得打不了。哎，能打！发起进攻！哎，不行，我操，翻不过来。你选什么呢？杀杀杀！暴走远方的时候到了。我发个毛线，他有个反甲耶！我吐了。这么肉啊！我没蓝了，这里显得我很辣。刚才对面是踢我了吗，兄弟们？我没搞明白，对面是踢我的吗？我反正我是经过那个车，是我自己走的还是踢的？好像是我自己走的，不是踢的。你为什么踢我刚才？为什么踢我？刚才我在对面车队，你知道吧？他们踢我。问你们话呢？啊？他怎么知道？怎么会知道？这肯定，他肯定开麦了的。啊，我开麦了。我们俩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哎，可能在看你直播了。你早说我就虐死你了。完了，完了，没事。项羽太顶了，张老三去杀他，残血，他没大招的。我等。嗯。哦，好拉呀，这里显得我很菜。嘿嘿，又被控制了。我刚才是谁踢我的？靠，踢我！你踢我，还亲我，还……关羽没视野了，向关羽注意一下。他把小茉莉给踢了，这里有我，并且不止有我。劈死他！哇去，快走！狼鬼来了，兄弟！我操，他怎么敢的呀？这个选车是真屌，你胆子是真大呀，兄弟！狼鬼也来了，知道吧？还把你们杀不死那个人，结果直接被发现了。玩的跟辅助一样，十个助攻。我就说不应该踢他，哼，本宝宝委屈死了，我操，记得你这个 ID 兄弟。哇，谢谢东北人在巴黎送的一个告白灯牌，谢谢大哥。收到，完美的行动路线。有飞起来吗？谢谢东北人在巴黎送的一个火锅，谢谢。
哇靠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，兄弟？谢谢东北人把你又送了一个高能预警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哥。哇操，我真不觉得我自己很帅，确实是如此。好好打游戏吧。喵的，这个项羽刚刚把我顶起来了，这项羽。这把就我要屠虐他们一波。完了。少。到了。怎么动？哇靠，这也飞不起来，难搞哎！哎，你怎么挂机了呀？他去看直播了没？大哥，你人呢？大哥，不可能，快点认真！给他看直播。不会吧？他不会在看直播吧？他应该在看，他应该在看呗。哦，主要是那个项羽太肉了，我说实话，他喵。赶紧出来呀！人呢？赶紧出来呀！你不要去。那个屁呀！有人跟我打视频电话，我吐了。现在什么时间点？对呀，什么时间点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会为什么会有女的给我打视频电话？没。不是我，哎。这啥意思呀，哇靠，这个人啊这我真的想笑呀，我还说看你表演一把貂蝉呢，结果被对面搬了。哇塞，我被这个炮兵给弄死了，我哎，我这把伤害怎么这么低啊，我伤害怎么操，这一结束会走吗？建议删除貂蝉这个英雄。我不走，小野，我不走，我就跟你打，好吧？我想看你什么英雄。对，我们要这就是城市。我要向你学习。粉丝，你是女粉丝。我也是。你玩个妄想是女粉丝，吹牛逼。难道人家就不能兴趣广泛一点吗？妈的又躲我啊，我吐了，揍他，我操，揍我能人，慢慢打慢慢打，别移，如果能打我发疯了，我抓起来了，秒秒我的秒秒，别撤别撤，快快快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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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断到了，我走啊走啊，老三他没脸，我杀他，nice， 吸引，太帅了吧！他有大招的，他有大招的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，怎么他妈的这么难受啊？他打我！哎呀，三老三没了呀，老三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也要没了。我这墨者战斗能力怎么这么强啊？这墨者战斗能力！哎，我真的想笑呀，闪现把我杀了。走了走了，别去顶他，这十二个助攻呀，他吐了，他的战斗能力怎么这么强啊，我把一开始了，能破折射起来，归附满儿飞不起来，我操，你敢信？哎呀，又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人才会出一千的无扛呀？我不能理解。我在考虑我要不要买魔女，我觉得你可以买一手。用吧。想买无尽。等我一下，哎呀，我操，没拉到！等我一下，我靠，我等人啊！完了，没有等人。两剑打了我6000，没事，下波线我来清。
没事，这个线清完了。嗯，等下一波线。上路上路荣幸。一千五。哇靠！我闪现怎么没按出来呀、啊？我靠，好假呀、啊！我二三闪的，我想他妈的。玩个狼狗玩的跟外挂一样，两剑一我六千。哎呀，输了，太丢。真心掉了，我操，还双杀，三杀，太帅了吧！尽力了，尽力了，上路又走了，尽力了。去把左转开了，把兵线带出去，把左转开了，缓解一下压力。他们现在没心。你直接去演，玩个多复活呢？你在想什么？别去追人了，你们追人干嘛？回转回嘞。他们现在你心吧，我去开龙。怎么左转开？主宰开了，看能不能过来把这个。我上路线带一下，上路超级兵。完美的行动路线。不要直接大进来。他要是看直播不就知道我们躲在哪里吗？有延迟的，有延迟，那怎么看？哦，我没进化，我不敢打。嗯，这他妈能看到我？技能还未冷却。哇，墨子没反应，墨子没反应。一炮我半管血没了，你们下路赶紧走。我只能二 E 三三飞了，二 E 三三飞，咋个又没飞起来哟、哦？我拿一剑来，走了，清兵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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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剩五兵线能不能清掉？五分钟，赶紧走！完了，后面还有一波兵没了。那我们家有，走呀！没了，能不能换个名刀把兵线给换呢？因为我倒是想换名刀，我没有钱。哎呀，清掉了，换掉，要惩戒的。后面还有一波线，主要是。对。哎，我咋飞不起来了？等我就复活。感觉要没。哦，疼下这个逼狼狗，没脸，下面，守不住。这没办法。哇，那个项羽，我操，一直顶我，他喵的。没事，我想看你表演一把貂蝉。哇，好难受啊！那个项羽一直顶我，评分第五名，我操！我比你好一点，我评分第四名。耻辱！我终于不是垫底的了。我操了！没事。我把那个兵给泡住了，我靠！哎，再来一把吧。开！妈了个巴子！多少分呀、啊？哎，这把我尽力了耶！我们补了他们五呢，最后那一波小明给他拿起来了，不然他就无了。项羽和墨子太克制我了，说实话。太克制了，飞都飞不动。太空。
你又不是年轻婴儿呗？没事，这把年轻婴儿不怕的。貂蝉出来了。嗯。你来也还是我来？你们来也？当前。你要拿猴子去打盘古吗？又是他妈的长臂猿，弄得像信仰。又是司马懿，又是司马懿。考虑一下。有个盘古。没事，不要怕，相信我们的老张老三好吗？相信我就对了。照打的确实不好，我这把他妈玩飞的没飞起来过。多一个，所以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呀。对。还剩五秒。嗯，有这会员吗？对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盘古边路呢？怎么的？全军出击！哇，谢谢林某啥也不是，五十个小爪子，谢谢谢谢大姐大姐，把蓝给我吧，兄弟，胡哥，给我个蓝。猴哥，听到没有？我们三哥发话了，听到没有？自觉一点好吗？给我整个蓝。又是林显一。他们小明签的谁呀、啊？孙伽罗呀。哎，要来帮忙吗？你先去帮忙吧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他发不掉我。明明皎洁，哇！谢谢李姐演的这个张三管，但是他没看见。大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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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猴子是不是不认识了？这猴子应该不认识。他刚才说他不看直播的。我关于认识的不认识的是吧？我想让他来玩颠路，我就去玩张颖。韩国没闪现，你认识他吗？不是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打挺着急的。哦。敌人消失，这小乔去哪？哇，谢谢柠檬啥也不是送的520个小心心啊！谢谢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先发育吧，我们打不了架。蚂蚁，发起进攻！他们来中路了，全在草里面，小心点。没有。你们那边能可以打吗？我能过来。我在我们那边，你们那边这边。怎么过来的？我看我都没看到。太帅了吧！我现在因为我没什么用，说实话。食材里的变化，鸡生还会再起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四季长虹，双速转盘。嗯，那直接开也行。
要死了。哇，谢谢东东和李远送的张三卡，谢谢谢谢，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过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回去了，我到了，够了够了，我够了够了，你拿吧，我够了。你不要，我还说叫你看看。没有，我以为都是认识的，你知道吧？不认识的他不给我蓝是很正常的呀。我以为是粉丝来的，结果这个人是不认识的，知道吧？我以为他们几个人都认识我。我怕他抢。走吧，你们走吧。我怎么跑？我过去。全过去了，那个人没死哎，我操，那个人居然没死，那个人妈的，我以为那个小车已经死了，就没死。我还是有个圣杯又全杀了，这一波可惜了，伤害不够，刚才差一点点情。他们冷静，他们一直怎么这么低呀、啊？没怎么吃钱吧，可能。走吧，去帮上。这两个连听儿没有闪现那样，可以给他塔的。这打这么好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先走，白色，我来扛，我扛。哎，我操，完了，这盘古怎么来了？啊，这个我能忍。我真的想信仰你，我刚接完进化，给我来个霸体。等下野豹吃一下，野豹，哎，哎，干什么玩意呀？怎么回事呀？怎么两个人都来干我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以为你很牛吗？你以为你很牛吗？揍他！干扰吗？你在越他。完了 ，BBQ 了。走吧，你 BBQ 啊，兄弟！哎，把他杀了！他妈了个巴子，他居然敢动你，那必须把他捉了。弹得好啊，小野爷，弹得好，弹得好。先不要带节奏啊，兄弟们！我就对你的貂蝉没什么兴趣，我跟你说完了，就不给蓝，就是很正常的，不给蓝，一个路人不给蓝很正常，那也不看直播的，那很正常。我觉得你的网玩的很强。粉都牛了。一波了，一波不掉，我要复活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哎，有个弹幕很奇怪啊，他说。别炸鱼了行不行，实力不行就老炸鱼。同学我啊，那我只有这个实力，我不能打这个分段吗？兄弟，我打这个分段还给你报备一下呀，我打什么分段是我的自由吧，兄弟。别闹是吧、哎、能上吗？能上，我能打，能上。那小青瑶我吐了，小乔把你弄死了吗，兄弟？对啊，弄死了。
哎，你能走吗，小野姐？能。嗯，好，蓝要了吗？蓝给你。啊，算了，猴子拿吧。你们是 CP 吗？你跟马卡波罗，小野姐？跟我的屁关系。啊，跟你没关系，我以为你们是 CP 呢。我只是一个路人甲而已。啊，我说马卡波罗，你是马卡吗？你不是施工证吗？失控症是拉 CP， 失控症是拉 CP 啊！哦哦，失控症，哦哦，这马可波罗不是上班的马可波罗啊！我操！哦、我是上班的马可。哦，你们是 CP 啊？你 CP 漂亮吗？怎么你有想法呀？我没有想法，我就问一问，我有什么想法？我问他漂不漂亮而已。我操，这什么？以雷霆击碎黑暗了！我操！我没干他呀！不能忍！真猛，兄弟！那有三个猛的，对不对？三个最猛。哎呦！嘿嘿嘿，细节。我操！你。我为什么评分第五名？你们这个可以的，小野，你们跟 CD 跟 CP 好好的啊，我走了，你们打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打。嗯、OK， 跟你 CP 好好的啊。再见。加个好友，到时候你们分了的话，拜拜。回声啊。什么国服盘古？怎么不像啊，兄弟？整个辅助过，这一看就是无知少女。Hello， 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橘子甜茶。Hello， 你们是网图吗 ？Hello， 恋爱了。Hello， 少人吗？我男的，不用踢我呀，小姐姐。貂蝉玩的不错呀，铁子。你是几楼啊，兄弟？我是二楼。哎，二楼是小姐姐吗？二楼，小姐姐。二楼，萌到你心田，萌到我心田。哎，好呆哦！他是男的，那他妈谁是女的？兄弟，这一个车子里面全是男的。我打野吧，你们什么位置？三楼是妹子是吧？摘星小姐可以开麦吗？摘星小姐，我是茉莉。要去开麦吗？摘星小姐。哎，我怎么他妈的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？你是不是张老三、啊？我不是张老三。我他妈我就看你直播来了。露娜大乔，我打野吧，我这人打野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来打野，你们打中单吧。怎么样？你中路选有控制的啊，兄弟，有控制的。那我拿手单凉吧。
那要不你还是玩打野吧，你是玩打野的、啊、兄弟。我不玩打野，我不玩打野，我操，张良没了呀，铁子。那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克制他一手吗？哪个呢？拿，我都不知道拿啥了，拿个小乔吧。你要不要玩中？你要不要玩打野吧，兄弟？说实话，我来玩中单算了。你去打野吧。你到底你想不是我都可以玩，我打野和中单都可以玩的，没有什么，我打野中单都可以玩。嗯。你好牛呀！我操，那小乔全皮肤，真牛逼！不是我的，兄弟。那我为什么用的？是这个是谁的威斯呀？我想问一下。是摘星的。摘星啊！你的小姐，对，你的小姐姐的。小姐姐，你是威斯啊，小姐姐。可以给我送皮肤吗，小姐姐？我没有皮肤。我笑死了，太穷了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骗子，明明是萌到李新田。你妈呀！这钥匙给我麦克风闭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口臭啊？他说他看不到你。嗯？啥意思啊？他说太快了，帮你打一下。来，很棒，必须的。他开狂暴了，不跟他打了。我没看到。哎，你快的，手快了，点痛技能了，我操！你翻野吗，兄弟？露娜马上来抓你了呀！露娜没那么快的。我等你走。有。八。完了，我。八。八。我刚刚掉。他去对面也去拉屎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弄他死了。哎呦，撞墙了，我操！撞墙了，大哥。我这波蓝 buff 消失了，喵的！不行，我还拿第二个蓝 buff 才行。快走吧。走不了了。哇，好离谱啊！拿没了。我要去进露娜的蓝 buff。露娜等会再打龙，没时间打你的蓝。OK， 那就好。我先发育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张良，我感觉等两下好像你都有点难打的样子。不难打，没事的，有太乙的。先发育一下，我怕我饿，我饭吃大了。我这露娜经验怎么那么高？哎，太乙，你回来，来的。我知道。
我考完了，走不了。他是亚瑟王的第一女徒弟，老牛逼了家。你少放五香毛那批了啊！天天骗我。你还有不？我没蛋了。我去打个龙吧。我有闪。你网明显有小带呀、啊，但没办法了，遇到通讯带了、哎。现在这个晚上这个时间点，舞台全他妈是带电，说实话，我发现了。但是没什么屌用，被我们貂蝉拿捏的死死的。那没办法呀，谁叫我是高手呢？对。他断道了的，你知道吧？不用怕那个露娜，露娜是断了的。KPI 又不发了。露娜是把大道断了的，你别以为他没断道，他跟我打，他只能断道的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是高手。蓝可以给你们，我不要的。蓝吧，给他反了吧。屋里面的野区你们可以刷一刷。我说给你的，你咋不要啊？怎么样？
但是我有大，我有大。他这也不想带，他也不行啊。嗯，乱到了这个人，这个路浪，他没有放出大招来，我笑死。终结。现在带电基本上都会搬貂蝉，因为他带电害怕碰到我，碰到我就是死，没有办法。你这波逼装的好啊！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说的一定是事实。我没打。他不敢飞过来的，这个人。他敢飞过来，他就没了。完了，这波。刚好飞过去，被这个人逮到了。你们又在那里带什么节奏啊？我操！谁在带节奏？我他妈跳起来打小膝盖的，不给我面子是吧？我三哥，我是三哥，好不好？不要不给我面子。好像拿了张良也没什么用啊！张良是不会的，你没看出来吗？那张良，那张良就玩自己号的。那蟑螂确实不会，那蟑螂明显的感觉到是不废的呀。我一个包呀，你们拿谁吃？你们拿，谢谢你。你听见亚瑟的声音了吗？没听见。好吧，小姐姐，亚瑟跟太乙是一起的，所以你讲话他能听到。亚瑟。Hello, 小姐姐，听到我说话吗？我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要打龙哦，听到了没？你别给我带我。你在搞咩呀？你在做咩啊？哎呀！完了，我再看他。对面的张良跟沙雕一样，再来一把，我们爱呀！老三，你在这干什么的？我也没辙呀，兄弟。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喜欢在我这边带节奏。是谁在带下节奏？他妈的，脑子全部各杀无路。